万里长城人不倒，万里长城水滔滔。我是进的去看，但住院的病床就不让看了。这武昌殡仪馆这里面时代，刚才我照给你们看了，现在又多了，刚才三个，现在我数一下啊，时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有八个。哎呦，这么多就这样，就那死了。这是几年？就昨天的是吧？哎呦，这死人这么多啊。这是病房不让我进的，他在往这搬尸体呗，往这搬尸体。这里面有还有整池，也有整池。哎呦，这里面也有整池。这你家什么人呢？父亲。哎呦，我的父亲。哎呦，你把这个金箍在一个一把的颜色，我的兄弟，完了，是啊，完了，完了，呼吸不上来了，已经没有生命特征了。啊，不说了，交了。没有生命特征了没？这个又完了，这个完了。这个又完了呀，这个又完了一个呀。用完那个，他儿子啊，又快死了一个，他儿子已经喘不过气来了，他儿子已经喘不过气来了。那个停，刚才三个，现在几分钟？五分钟吧，现在已经八个了，又来了一个，来两个。还有尸体吗？还有啊，这么多。哎呦，这家这有太多了呀，这样子。